潘仲思嘅作品，属于我的另一个国度系列中十五张相片嘅其中之一，彩色摄影作品，横岛，高20厘米，阔30厘米，展示位置系中间稍微偏左，整张作品系枯笋布料嘅局部特写。作品嘅焦点系正中位置，浅景深，上方较远嘅影像模糊。枯笋嘅布料色样设计简单，主要由并列同紧密嘅线条所组成。线条由作品嘅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，倾斜角度大约系45度。呢啲线条粗幼不一，颜色变化多端，包括红、粉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啡、黑、白色等，色彩缤纷，挤满整个画面。布料的细纹由极细小和绵密的正方形所组成，质感厚而粗糙。布料因应枯笋特别的车工，相隔一个特定距离就有接痕和凹位，令枯笋表面高低起伏，呈波浪形，凹位较暗，使画面光暗落差大。作品创作纪念我朝七晚五努力工作，办公室里的东西在背后默默陪伴我，支持我。虽然他们看来普通不过，可是只要把他们变身成既有趣又活生生的艺术品，就能为工作和生活带来多一点趣味。